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这次配方机半价活动你抽到假没有？咖喱妹妹自己抽了12天没抽到，她帮我抽到了，自己没抽到，还剩最后2天，小趴帮咖喱妹妹抽，她已经抽了99次没有新假，直接专属5连，轻型武器完犊子，没抽到假。不过好消息是，咖喱的轻型武器图谱马上就要7了，现在是配方机半价的最后一天，你抽到假没有？超值礼包500小太阳400餐叶，最后一天半价，来吧，我就不信邪，还是专没有假，出了新刀，还有新的蓝盾，这也不能怪我呀，指定号黑，我抽了2天都出新货了，某人要成小脆皮了，我不说是谁。